这边飞艾是已经就定位了，就可以把嘉文直接逼出自己的上半局，那这个亚瑟就玩不了游戏了。我这边又逼出一个闪现，但是杀戮自己没有闪现，嘉文来自残影啊，刚刚抢我究极这个地方，我怎么可能给你好过？其实那个线是回推线，他在没有闪没有鬼步的情况下不应该。这你想二打三哎，很勇哎。雷兹其实没有好状态，哇！你这交闪也跟死了没差别啊！啊，没了啊！好可惜啊！好可惜啊！亚瑟没有回家，亚瑟一直哎，这个勾交早嘞，感觉啊。那这样感觉会被亚瑟跑掉，那应该是追不了了。飞起来以后，嘉文也到位，飞还是没 Q 的，嘉文 EQ 串两个，那感觉是一个一换一，但是血怒打了出来，达瑞斯无敌了，要直接收个 EK 二，这波至少啦，应该是一个一换二，顶多顶多。这里直接大绝抓到了一个雷兹的位置，后续的队友飞艾有跟上来，但是雷兹倒得很快，飞艾只能赶快逃跑。后续的队友像洛达也过来，进一个闪现第四枪，但是吃了一个虚弱伤害，打不出来。好了，只要需要交友队友收就好了。对，这边要来补一个助攻，补得到吗？可以补个助攻，可以退了吧？不要调皮耶！哎，哥哥，然后他反而是不断的被赛斯打撞。中路抓没闪现，嘉文有大勾到就是死，没得跑了，拜拜，盖下去。加一个也很聪明的把自己一扣着，不要让雷兹有机会开到大。达瑞斯是在一打一的部分又被打了闪现出来。预示者是要撞中塔吗？哦，我有秒杀，但是自己在塔下被跳起来以后，后续一个二换一，杰律拿到 double Q 很赚。那这边刚刚看起来是什么绑进人家二塔了？哎，哇，因为这个五零零非常肥哦，要来尝试一打二。这里一打二看起来怎么感觉好像要打赢了？完全没伤害啊，雷兹。哇，这里上路直接要开车，但是飞艾有上车吗？有上到车，那应该是没了，绑到了。拜拜，是我的话就那这里的话再被推中上路硬盖，而且小兵好像要没了，完了。再打他被盖，但是小兵飞的速度有点慢，达瑞斯没魔了。这里嘉文感觉是要硬追哦，有鬼步开不开？开了，被逼开了，但这里还被顶起来死了，被戳到了。嘉文有闪，应该是跑不太掉。来看这个闪要不要交，还是得交，缓速。普攻 Q 死，虽然飞艾这边有机会戳到，其实哎没 Q 到。后续的话进的 W 没到，但是一个大绝局前要配合着加罗的大绝，这个伤害还是有换掉。有没有发现？过来，他在极限的位置回家，还是看到了，看到应该就是直接人头给猫咪。目前胜利之杖出来的达瑞斯勾已经用掉了，这个勾跟 Q 都用掉的话，亚瑟感觉要上来一顿爆砍，就抓你技能 CD 的时间点，一套伤害下去以后，一个 Q 技能加胜利的回血，这个 Q 没有吹到，闪现 Q 闪收掉达瑞斯人头，技能交的有点太随便，飞艾到位，雷兹也来了，那亚瑟就我就去清兵吧，反正之前清多少兵算多少。好，这边重骑有中到，那至少要拿一颗头回来。雷兹这边可能就比较难撑。哇，他求生欲很高好像滑得走，有机会滑走吗？队友也都赶过来，两边可以大乱斗局，加油，队友救命！后续的人到位，飞艾的位置很差劲，猫咪挂上哦，他成功跑掉了，然后用枪。冲拳敲下了杰利的位置，后续配合着雷兹，这里杰利阿水有点送头啦，猫咪局啦，但是猫咪实在是太强了，雷兹在旁边补伤害，但是 Q 空了。这里的话一个 Q 技能，后续 Q 3的吹风 ，CD 时间已经到了，达瑞斯到位，勾了一下 Q 技能，雷兹从后面到位了以后，感觉有没有机会收到这个人头闪现打出技能？这个 Q 吹风有吹起来，赛德斯到位，狼猫救援计划，救他一下，救不救？这里选择要杀人，雷兹在后面伤害好低，打赛德斯完全不会痛，但是塔的伤害就很高，勾进塔下送头以后，这颗头是由达瑞斯跟雷兹打下，中路又想抓杰利，直接 Q 闪抓到右后面的队友达瑞斯。跟着来，近开了一个大绝，杰利又被秒啦！回去看能不能赶快把这个不朽盾弓补出来，他的自然力会变得更强。上路 EQ， 亚速接大绝跟风，直接上来以后抓到了达瑞斯，血量扛不太住，飞艾三三来迟，亚速来了，这边 PP 来了，东南要继续来夹人。后面亚速想追吗？配合着嘉文抓到了飞艾的位置，飞艾没有闪现，在这个地方孤立无援。虽然说雷兹跟加罗三三来迟，但你的位置其实不太好哎。完了，追击有猫大绝逼走，回到了二塔下，好险，并没有发挥出优势。对，因为他们前一场比赛已经是大优势被反了。加罗一波被抓到旁边，嘉文盖了一个大绝，以后是只盖到一个飞艾，自己的位置反而变得很差。直接抓了上去，用飞艾跟嘉文的一换一，雷兹三三来迟，后面跟着达瑞斯，速度非常的快，有没有打算抓人？闪现一打 BB 出了塞勒斯的惊人，后续进加了一个大绝的狙击，逼出了亚瑟的风墙，应该是没有。后续的这个狙击差点中第四发，有一边是听牌楼，这里眼睛是有看到的抓到一个
哎，断道回复完了。逼输了对面。啊，这交出了闪现跟鬼步都直接秒掉。啊，又是现眼。现眼抓到加罗的位置，加罗没有闪现，阵亡。对，这个就是现眼的价值，一个现眼直接做了两次哦。但后续杰利没有闪现跟鬼步的消息是知道的，所以达瑞斯直接一个闪现加鬼步收掉杰利，又后续的团战没有技能，所以是城市苍鹰队的胜利。就在塔下，在人家塔下，但现在还好一点是，赛德斯的位置不好威，但是这一梭永霜直接定住了飞艾，有表的。有表的情况下，加文一个大绝改住了逼出了雷兹的闪现，后续的伤害直接进场，要达瑞斯开舵，完了，达瑞斯剁出了大绝，后续加文被逼得要 EQ 闪掩护队友，他选择 all in 想要堵对面来不及支援，这波吃超快，看起来巴龙应该是可以吃掉没有问题，加文晚进场了，但是所有来东南飞鹰的人状态非常的差，后续进场又是杰利的收割局，看起来应该是扛不住了，这是一波一换四，虽然你吃到了巴龙，但这有抓到吗？没有。